哎，同时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骑马，你什么时候才开始打这个积分啊？什么积分？这样你三十人就直接打积分还是怎么样的？你说一开始吗？第一次接触这个积分系统。是啊，就一三十人就打积分啊，怎么了？那有掉他的铜牌吗？没有哎、欸。1400多，我一开始打1400多。哦，那你真的是游戏高手哎、欸。还好吧。就选一两只玩，也没什么游戏高手。不要太杂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就用一两只爬分就好了。像我记得我 S 一开始就用摩甘娜，那时候摩甘娜蛮 OP 的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真的。各种神控啊。那时候摩甘娜很 OP 啊，现在就还好。然后我直接开始打雷，直接打出摩甘娜。啊，那个很多种情况啊，你不能单一而论啊。这我是只是证明摩格拉没有烂到那种很烂的程度啊。啊，那你第一次玩的角色是什么？我第一次玩的角色就第一次啊。啊，就不是跟你说摩甘娜吗？新手教学以后第一次就摩甘娜。我哪记得，你有病哦！那时候就乱玩。感觉不是应该很有印象的吗？第一次的话。没有没有。我第一次是特加斯啊，整场 Q 就两次。难怪你蠢得跟猪一样。怎么？啊，我们接下一通啊。Never skip breakfast.